機會同我哋爭坐冠軍位啫。我諗下諗下，你唔係想我叫你閉嘴唔講？即係好消息定係壞消息？啱啱收到懲教署嘅通知，兩個鐘頭之前，以封坐冠為一年，已經係收押所俾人黃根達死咗。無論呢單嘢係以封入邊嘅人所做，亦係出邊敵對堂口所做，總之嚟緊以封入邊一定會亂曬大龍，同埋咪頻頻開會。所以由而家開始，我哋要廿四小時監察住佢哋嘅行動。同埋隨時同總部匯報。老頭，你而家即刻帶隊出發。有事，老頭。一個黑社會大佬死咗，一個 CIB 職員係咁喺度喊。如果被人看到，你會人怎樣想啊？如果是別人的話，最好不要這樣，如果不是後果自負。我查過了，這幾天所有新界和市區的堂口和辦事處都有狗仔隊20